傣族组合训练三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打开左脚勾脚，然后同时双手向上打开，重心移到左脚上，右脚前脚掌点地，注意手，左手向下按掌，右手打开，肘关节弯曲向下。好的，走出去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注意身体的摆动和胯的一个协调。对，向后转身，然后慢慢的转回来，身体面对前方。第二个动作，平抽手，前点错步，右脚向前点地，加一个错步，注意身体，左肩向前，右肩向后，然后上左脚点地错步，同时右肩向前，左肩向后拉，加上手，上右脚时左手向前翻手，上左脚前右手向前，经过一次翻手，注意身体的重心微微向前倾。好，我连起来做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平抽手后错步，首先左脚向后退步，然后经过一个转身，右脚再向后错步。好，加上手，左脚向后，右手在前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后侧膝跳，上右脚经过一个错步，左脚勾脚抬起来，然后身体微微向后，双手叉腰，注意仰头，反面左脚上步经过一个错步，右脚勾脚抬起来，然后身体微微向后，前侧膝跳，右脚向后错步，左脚勾脚向前吸起来，这个时候身体呢微微向前倾，反面左脚向后错步，右脚勾脚吸起来，主力腿蹲下去，身体向前。好的，这两个膝跳我连起来做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的，这几个动作我连起来做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